都是各位要記住，不要想我們有沒有錢，或者林康正住豪宅，不要想那些東西。哇，不要想那些東西，你想豪宅，不是，我當然拉勾你落水啦。喂，我是租的，你是買的，大不同。我哋有錢係我哋嘅事，其實我哋唔係冇有啊，首先要講明啊。我哋又唔係，但係你哋。